入夜之后的天气预测，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跟满洲最低温23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9度，注意午后雷雨。黑五来一根春日最低温21度，高温也来到了29度，同样注意雷雨现象。三地门五台跟马家最低温19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9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4度，地点是在桃园，而高温27度。嘉义的阿里山温度是落在14到26度之间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2度，地点是在仁爱跟新义，而高温是来到了27度，同样注意雷雨现象。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16到27度之间。苗栗的原乡地区最低温20度，地点是在南庄，而高温27度。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6度，地点是在坚实，而高温是来到了29度。北部地区来跟复兴最低温20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7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20度，高温29度。花莲的部分，新城、花莲市跟吉安最低温26度，高温是维持在30度。秀林跟万荣最低温19度，高温也来到了30度。寿丰跟丰滨最低温24度，高温是来到29度。凤林、光复跟瑞穗最低温25度，高温29度。花莲南区的部分最低温12度，地点是在卓溪，而高温29度。台东的海岸线最低温26度，高温30度，同样注意午后雷雨的现象。纵谷地区最低温19度，地点是在海端，而高温29度。鹿野、台东市跟卑南最低温24度，高温29度。南回地区最低温20度，地点是在金峰，而高温29度。亚美岛屿的蓝雨温度是落在25到28度之间。外岛的连江、金门跟澎湖最低温27度，高温是维持在30度。